奥克找茬不分国界，究竟哪一国奥克最过分？日本人呢、啊，有些奥克准备的小蟑螂，就是他们快吃完时候死掉的蟑螂在放在里面，他很嚣张哦。那个唐俊还说，给我看你们的诚意。阿姨在大骂店员说没有我的衣服，非常的生气，叫这个小姐当场下跪跟他道歉。下跪？下跪？太夸张了吧！当场下跪。不要忘记今天晚上11点，东森综合32频道二分之一强。